刚才我们也评论了关于咱们六四建国3周年庆典，我再预测一下啊，就脑洞一下，在不久将会有一个墙倒众人推的一个状况，因为大风刮来的时候，猪都可以飞起来。就通大陆水沟呗。啊，对，就这意思。尤其那些骑墙的哈，他们也没办法逆潮流而动，他们最终也得要跟随着这个风。